龙年新春佳节即将到来，祥龙昂首，万象启新。在此，我们给参加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各位中外记者朋友，以及长期关心支持中国外交的朋友们拜年。感谢大家过去一年来为向世界讲述客观真实的中国故事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祝大家新春快乐，龙年吉祥，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我们龙年再见。